协是南骏集团旗下兼顾中国多样道路情况推出的一款轻卡，2100毫米宽度车身，外观俊秀，整体线条流畅飘逸，完美契合中国大众审美。锐捷拥有新款流线型仪表台，彩色中控大屏，舒适配置与智能科技完美结合，多样自选智能化配置，畅享科技带来的驾驶乐趣。同时考虑到长途驾驶的需求，安装加液压减震的舒适座椅以及加厚隔音地板革，只为营造更舒适的驾乘空间。经过精准理论分析和专业研发，车架采用 700L 高强度锰钢材料，专业滚压设备一次滚压成型，品质可靠，行驶更稳定。车身由机器人喷涂水性油漆，不仅提升了美观度，同时提高了防腐蚀性能。燃油箱则采用铝合金材料，不惧腐蚀，为漫长路途提供可靠保障。安全性方面，特采用超大尺寸侧窗玻璃以及组合后视镜，保障行驶视野安全无忧。同时 ABS 防抱死系统配合断气刹，能够有效缩短制动距离，极大程度降低事故风险。为确保驾乘安全，南骏汽车为每辆车实施了严格的设计及评测标准，样车及其部件的累计试验里程达百万公里以上，为安全运输保驾护航。大美锐捷，俊秀卓越。